お金。那你待会应该他们会做吧？哦，应该是给他们做。Oh no！那中华的话是酱油加沙茶，柚子胡椒的话一样是酱油，可是它是加柚子酱。这一款的话会有一点点小小辣。那如果想要辣一点的朋友的话，就是地狱。地狱的话是加辣油、辣粉下去调的。那松露的话一样是酱油汤底，那它是加松露酱这样子。那看各位想要什么，先跟各位点个餐。那我们的单价的话是松露的部分是220，其他都是200。那今天也有凉拌的素茶鱼豆，就是另外单点的小菜。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，一并跟我说。那台面上的话是关东煮的部分，这也是另外单点的啦哈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夹在碗，再另外帮您加热。那关东煮的部分一律都会做成辣的这样。这三款都会有素牌，可以吗？如果不喜欢塑料，可以换成杏鲍菇。可以。OK 啦，好，来，三位不好意思哦。就讲你喜欢吃的。叉烧跟中华都会有素牌，可以吗？那换一个没有素牌的松露好了。泡泡菜，来第一次看，这么大一个，哇哦！熊肝被夹，哎，哇，海带哦，先来一个这个。面我是觉得还蛮 Q 的，就是面的 Q 度是有 Q 的，哎，哎。所以面我面体，我觉得不像拉面，酱油跟沙茶味道还带一些甜味，蛮温和的，像是一般外面市面上买的塑料。叉烧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什么东西把它包起来或卷起来，对对对，像这样。那它里面不是一点一点那个白白的，就是皮肉。吃过，试试看这个。OK。配料好像都是什么木耳啊，对木耳、笋干啊，干啊，然后一些豆芽菜啊，豆芽菜，你说不够辣，对啊，你说不够辣嘛，很不辣，那个、小比小辣，比微辣的感觉而已。有糖吗？应该是有吧。
对，然后它是每一碗其实都配料都一样，只是汤头，就是汤头跟汤头的差别。对对呀、啊。跟这个牌啦，素牌啦，对，素牌，素牌有两种嘛，一种是你那个一块的，一块圆形的，对啊，另外一种是两片叉烧这样。可以加面啊，加面是面的话都是两块啦，那关东煮两块八块。Oh no！